在八岁的时候就走进了娱乐圈，还和娱乐圈的大咖周润发、张国荣、钟楚红合作搭档。唐明有两部经典的作品，《聊斋志异》之小仙，《大唐双龙传》，这两部作品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之后唐宁就逐渐的淡出了娱乐圈，当时还有媒体分析称，主要是因为唐宁没有合适的经纪公司来为他做各种策划。现在的唐宁已经结婚生子，而且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看起来依旧年轻。唐宁有时会参加一些跟孩子有关的节目。在前不久，媒体爆出唐宁已和结婚七年之久的丈夫邓伟杰离婚的消息。唐宁退出娱乐圈这么多年，一直都是在家相夫教子，两个人之间有了孩子的牵挂，但还是没有逃脱婚姻七年之痒的魔咒，两个人没有走到白头到老。大唐双龙传里石飞轩是颜值巅峰，希望唐宁后面还是能找到真爱，真正的幸福吧。